志祥六号担任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公益大使，被问到七月即将到来的演唱会票房压力的部分，他这样说：压力不会，就是平常心去面对，然后用最好的表演给大家看。有吗？好像有哎。对啊，因为公司叫我不要那种变态的减肥方法，因为我以前都是一个月内要瘦10公斤以上。那现在是有几块肌？现在是6块吧，差不多。你有6块了？我本来就有啊。我现在40几岁，哎，我身材还是可以的。你完早看自己的身材是什么感觉？蛮开心的，因为擦保养品的时候就。你是说前裸照镜子？镜子只能照到肚子这个地方。自己有没有新欢？没有。有没有什么后来的消息？没有啊，你走啊，你这个、啊，你看我今天戴金的啦。哦。哎，代表什么？我都有。没有那个，我戴很久了，我2009年就开始戴了。那对于网络上面有一些爆料，说什么好像你去追求什么越南第一美女，这个其实都是乌龙，那个是蛮乌龙。那乌龙那个有澄清过，就是我们工作室有澄清过了嘛。对，那个对就算了。